妈，您觉得这里怎么样？啊，也就这样吧。阿姨，您最近睡眠不好吧？老陈特意熬了助眠汤，效果很好，喝了之后保证您能美美的睡一觉。我没什么胃口。我渴了，给我喝一碗吧。啊，好好喝，这碗也给我吧。阿姨，房间您还喜欢吗？这个房间是茼蒿设计的，景观很好。还行吧，我累了，想休息了。好，那您休息吧，有需要再叫我。我先走了。妈，那您早点休息，我先回去了。对不起，千羽，我妈最近心情不好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的，最近发生那么多事情，阿姨肯定会很难过。不要总皱眉头，这样你的好运就会跑掉的。那就让我抱你一下。你干嘛？这样抱着你，我的好运就跑不掉了。你放我下来。不放。我放你下来，我的好运就跑了。我还要回家呢。那我送你回家。你放我下来。走，我送你回家。你放我下来，快点。走，我送你回家喽。你放我下来。走喽，走，回家。下来。不，你放我下来，我自己可以走。不放你下来，走回家喽。放我下来啊！不，放我下来。